近年来，女性意识抬头，私密处的保养也渐渐受到关注。以往闭口不谈的私密处困扰，也开始被提出来探讨及研究。根据调查，在台湾有60%以上的成年女性有漏尿的困扰，甚至高达98%以上的女性曾有阴道瘙痒的状况。你也有这些私密处的困扰吗？针对女性应力性尿失禁的妇科漏雷射有了全新的突破，最新探头针对尿道内括约肌闭锁不全的问题，提出了更加的解决方针。今天的美医新世界就要带您来深入了解及探讨。尿失禁有很多方法可以去看，比如说请患者跳啊，请患者咳嗽，在内诊的时候看他的那个尿道变化的角度，用超音波去看骨盆腔的结构，因为尿尿的时候咳嗽的时候有什么变化，然后还有这个尿动力学检查，这些都是比较能够量化的东西。我们妇产科的专业就是我们会做尿失禁的手术嘛，那现在手术的主流是在尿道中段放一个吊带，叫中段悬吊术，但是因为这种手术，它如果比较早做的话，在晚年的时候，假设你已经40几岁，你做了，你可能50几岁又复发，可是这个时候你在做手术过的地方已经粘连了，有时候你不太容易再做第二次手术，把它做得比第一次更好。妇科漏的目的呢，是在延缓手术的进行，它不能取代手术，因为手术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治疗方案。那妇科漏可以让你减少手术的次数，或是降低因为反复手术造成的并发症问题。它是针对轻度到中度的，所以如果很严重的那一种，哎，站起来就漏，走路就漏，当然这个治疗效果非常有限，可能还是要借助别的方式去处理。因为这样子的患者通常也伴随比较严重的骨盆腔组织的松弛，他可能要做的是骨盆底重建手术了，而不是只是单纯在阴道的前壁啊。尿道的这个后面做这种所谓的雷射辅助治疗。那妇科漏雷射它有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平滑加热的模式，它可以把比较强的一个雷射的前导波变成数个小的这个分支的一个波形，这样子就会让它的能量不会瞬间加很大，可是又可以达到加热的效果，所以可以达到保护黏膜组织不会出现黏膜受伤，累积的热量又可以让这个胶原蛋白增生的能力变好。它的治疗是利用这么细的探头去把雷射直接放到尿道里面去打。那各位可能会觉得说这种东西看起来很可怕，尿道可以放这么深的进去吗？其实尿道它的深度4到5公分，没有很长。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只要有专业的去测量尿道的深度，其实它是可以很安全的去治疗。那它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呢？之前传统的妇科漏一开始是用阴道探头，那阴道探头呢，它打的就是阴道壁，但是有一部分的应力性尿失禁的分类，它是属于尿道里面的括约肌并没有那么好的关闭的压力，那这部分用阴道的支撑力去支撑，它也没有办法很好支撑的时候，就可以考虑用尿道探头进去做这个治疗。尿道会有异物感，我的患者有很多是因为有生过小孩之后，其实生小孩现在有大概40%左右的人是经历需要插尿管的剖腹产，那其实他们都会知道说剖腹产放尿管内插那其实还蛮不舒服的，那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会这样子，大家对尿道这种疼痛啊或者是恐惧感可能会比阴道更多一点，所以在治疗尿道这个治疗的时候，不像阴道它不需要做什么事前准备，那尿道的话我们会先做一些局部的灌流的这种凝胶式的麻醉剂先进去，降低它的疼痛感之后，我们再继续的把我们的探针往里面放，因为尿道只有5公分左右嘛，那到底是4还是5公分呢，我们会事前先用尿管去做标记，那标记好之后也在上面做一个简单的标记，那就你就知道往哪边放，这样子的话放进去的速度够顺利够快的话，治疗时间5到10分钟内就会做完了，在你觉得你的那个麻醉药还没有消失之前，你大概就做完了。尿道探头呢都会建议比较久恢复期，原厂会建议说4天到5天，我是觉得应该要7天以上，我们讲的说恢复期是讲说就是所谓的亲密行为，假设你今天没有性行为的需求的话，他们都还是可以正常的。那尿道因为它外面有一个关闭的黏膜，也水也不会进去，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泡澡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泡的地方很脏，那当然我就建议不要。
尿失禁已不再是产后或中老年妇女的专利，身为新一代的女性，更应该要好好注重私密保养健康问题。透过全新的技术仪器，可以预防漏尿及骨盆腔器官脱垂，阴道环境更健康，也可以减少阴道、子宫颈、骨盆腔器官反复发炎感染的几率。此外，改善漏尿的困扰，也能够提升生活的品质，让心情更加愉悦自在。妇科漏雷射全新的尿道内探头，提供给专业妇产科医师一个更好的工具，也提供给想要改善私密处困扰的女性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治疗选择。